是那种很女孩的女孩，你能懂我的那个点吗？就是一切的做的一些玩的，就比如说玩个纸巾啊，拿个筷子，就是很女孩，就把它就融化了。我觉得对对对，我那天晚上一直在看呢，对，有女儿的人懂的。哎呀，我大女儿，有两个人默默的，这俩儿子，有两个人默默的干了杯。哎呀，我也想生女儿。我要去把那个风车再弄一下。你就是上一期的黄炳元老师，我跟你说，从来在那儿卡在那儿。哎，真的那个地方有魔力啊，在那个地方站着就是啊、那咱就，我们就上去聊了一会儿，然后再看。那这样，咱们就一块上去，对，想聊就聊，谁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是这样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咱们上去，走吧。哇，这好舒服啊，这太舒服了吧。呜，那我今天就在这里了。哎呀，这小壁炉，这小烧烤，这好像是热茶。哎呀，我也来一个。我来俩。啊，来。虽然今天没有从这个北京寄来东西，但是有这些临时去制作的照片，可以把我的照片墙布置起来。欢迎后明回家。So we do in the future。每一张都是我手机里自己拿手机拍摄的照片，所以还是挺有意义的。先看看尺寸，哇，直接是胶面的。始终真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哇，我觉得我这个创意会很成功，非常好。这张应该是 Las Vegas 的喷泉，先把这两个画过的地方遮住。Cool。 Well。哎呀，那天上没星星。哪里没有星星啊？你看。哇，这怎么都灯啊？哎，那个是山上的路灯吗？路灯。但是有好大个月亮啊。是。好圆，我的天哎，好圆呢。我给他们发个信息。外面好圆的月亮嘞，好漂亮嘞，你们快点出来看看咯。其实我是很羡慕就是你们的这种兄弟情谊啊，除此以外还能够在工作上有那些很合拍的事情。因为兄弟六个人呢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对，有些好动，对，有些好静，有些好往外走，有些好待在这里面，就每个人喜欢不一样。这边搞风车啊什么，我是特别想干这个事儿。可是呢，你今天拿了一个改装的车来，Alan 就能够玩一下午。是是，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大孩子。我们喝完这去看一下他们。好，在干嘛？穿个外套，拿到杯子上去吧。这也算是第一次了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、任何节目以任何形式公开过任何一张我和我们家 Baron 的照片。我留了一个每天醒来一睁眼就能看到的最好的位置。走得比我还有型，真的是，哎。这都开始了，这叫玩呢。哎呀，生锅来了。哎，穿这么可爱。哎，你上面穿那么暖和，下面又在露着。哎呀，怕冷啊。
兄弟们，这样我提一个，终于请来了我的好哥哥，我的刀哥，来咱们家做客。对，然后今天也是特别丰满的一天。那刀哥其实除了现在在荒野之国建房子，全国各地建房子之外，其实他还有他的民谣梦。从他出道到他成为老炮，一直在给民谣歌手提供舞台。哦，太棒了！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来一个民谣之夜，吃吃喝喝，唱唱歌。对，迎接我们的刀哥，就是终于有人就正统搞民谣了。是的啊，因为你们都不了解我，我一点都不专业，只是特别羡慕在舞台上唱歌的人，我觉得他们被光照耀的好羡慕。这个叫的真的是别叫了，那个是鼓点声，对，那这是在配合我们。来，来，跟着来。我的音乐就是特别孤独，因为我节奏不稳，比如说有人给我打鼓，我也唱不了，他也打不了，就乱成一团粥了。哥的就是他的音乐是 free 的，对，自由的。刀哥你来一首吧，你来一首，来都来了，调一下音吧，叫一下音。哎，我觉得差不多行。我就唱一首歌叫晚安宝贝，是我给我女儿写的。你是融化的水，你是柔软的面，深情望着你叫人心碎。快睡吧小宝贝，月亮已垂，你在梦里种下的那一颗花蕊，微笑着告诉我，那天上的星星有一颗永远。